儿子，听说好人死后是能上天堂的，你是好人，妈妈我大概也算得上是好人吧。如果真的有那天，儿子，妈妈在天堂等着你。阵痛同存的年代，欢乐和悲伤往往也相伴而来。妈妈是23岁的时候有的孙玉和孙卓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生的。乖乖乖，来了啊，妈妈来了。哎呦，不哭不哭，饿了饿了，来来来，哦，乖了乖了，不哭啊不哭啊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快点喝点水啊！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来了来了，抱抱抱抱抱抱，别哭了，我说他婶儿啊，这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可不能再着急上火了啊！你着急上火呀，这没了奶，你不为你考虑，你得为孩子想想啊。
这两个孩子没奶，可怎么活呀？是不是啊？你这着急上火，能有奶吗？你要是没了奶，你说这两个孩子吃啥呀？你得多花多少钱呢？哦，我说他婶儿啊，你呀，该吃得吃，该喝得喝呀。有了奶水呀，这两个孩子也不能这么哭啊。凡事啊都得想开了，为这两个孩子你得想开了。嫂，孩子吐了，是吗？别着急啊，让我看看。哟，这孩子在发烧啊，不能再拖了。咋办呢？得上医院呐。哎，他婶儿啊，别去，你看家里还一个孩子呢，还是我去吧啊。你一个人行吗，刘嫂？行，你慢点啊。哎，我看完就回来。刘嫂。慢点啊！在很久以后，妈妈一说起下雨的那天，就一遍一遍地责怪自己。因为当家里的奶妈带着孙卓赶到教会医院的时候，那里已经人去楼空。好心的奶妈决定把孩子带到城外乡下的一个有名的老中医那儿求诊。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，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刘丽，快吧，请大人。没错，你的姓名？王四爷。快快，好，走吧。大家加快步伐啊，不要落后。你的姓名？孙王氏。哦，你自己的名字？王希云。家庭主要成员？儿子孙玉。其他成员呢？那什么，哦对了，这是上个月的房租，我早忘了给你。啊，你这房间总收拾得这么干净啊，真不简单呐。这没什么不简单的。哦对了，我听说你上过什么教会学校是吧？没有，我只读过三年私塾。哦，怪不得呢，我一看你就跟别的家庭妇女不同啊。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？前方打美的，后方打傻瓜，傻瓜不在家，专打大西瓜，西瓜没有籽，专打小日本。缺家少教的，你爸爸死了就没人管你了是不是？你还欺负上我儿子了。你还敢欺负人了你啊。回家呀，让你妈好好教育教你，再不让你妈给你找个爸。你咋还想打我呀你啊。少教育。得了得了，都回家吧。走吧都回家。走。
在这儿。妈，妈，妈在这儿，妈在这儿。怎么了？啊！你别给我老惹祸，我告诉你，这是。赵平他妈，你站住！啊！赵平他妈，你等一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跟孩子说什么了？我说啥了？你这么大人了，孩子之间打架，你大人掺和什么呀？我说啥了？自己清楚。我说的不对呀、啊！你不本来就没有爹，没有爸，咋的了？你保证你丈夫不死啊？咋的呀？再说什么话？你还能说这话呢？你还可以拿孩子？你谁呀你、啊？他惹你了？咋的呀？他怎么惹你了？你还想动手啊？他怎么惹你了？我怎么的？我都不想，我就不信你打，你打吧，你打，让小兰美丽，我就不信你打傻瓜，你就打你家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你。看上去很文弱的妈妈，在保护儿子的时候，却常常像一头母狮般的凶猛，以至于他附近的邻居都知道，孙寡妇的孩子惹不得。
今天星期天还上班啊？啊，我去赶一份稿子。啊。这个毛衣，你试试看合适吗？啊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找人？你是这儿的房东？啊，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。这么说，你是靠出租这房子生活了？是。那我还能靠什么呢？妈！哟，这你儿子呀？小朋友你多大了？你爸爸呢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比我大，我可以叫你姐吗？你认识徐珂吗？徐珂是谁啊？你看看这个吧，这他给你写的文章。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挺浓的嘛。你真的不知道徐珂是谁？他为了写这篇文章要受检查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知道徐珂是谁？我现在知道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等你半天了，给你还本书。下这么大雨，你没带伞还不一样吗？好，你回去吧啊！哎，你这两天怎么了？你怎么对我这种态度？小何，咱俩不合适，我配不上你。我不觉得不合适。别胡闹了好不好？这大半天的，你不怕人笑话啊？我才不怕呢。徐珂，原来就为了这个女人你才对我这样。这和她没关系。不可能没关系，她会把你毁了。你别乱想好不好？下这么大雨，你快回去吧。姐，你回来了。下这么大雨，我等着你呢。徐珂，才明白了，原来就针对这女人你才对我这样。
王希云，王希云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事业蒸蒸日上，你跟他在一起快把他毁了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又结个婚又有孩子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个你应该问他。你站住！干什么你？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？我跟你讲这么半天，你说你一句话不讲，这么半天你起码给我个态度啊！你，我求你了好不好？我跟那何华的的确确就是个同事关系，别的啥也没有。这我知道。你知道啥呀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而且我们是普普通通的革命同志关系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我还想求你点事儿。我还想吃那个荠菜馅饺子。长大，我这当妈的也就老了。不老不老，我看你非常的年轻嘛，而且脸色也非常好看。妈，我准备一片荠菜。哎，我去看看。这是荠菜。别动了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，看镜头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别动了啊！来看这儿，看镜头。哎，好，
身体稍侧一点，不不，往相反。这头啊，稍放松一点，哎，自然一点。啊，这里面，哦，对不起啊，这，好，再高兴一点。哎，看镜头。好，再微笑一点。哎，对，就这种状态。好，别动啊。手自然搭上，肩放松。好，就这样，别动。好。好，看这儿啊，看镜头，别动，拍了啊。好。好。你快点吧，孩子快回来了。哎，马上，让我们再拍最后一张。好啊。别动，我觉得你再应该放松一点。你像我这样，对，头往里靠，哎，肩往里靠。对，我看镜头，哎，看镜头。爹娘，哎，来了。相机你带着，用得着的。这不合适吧？让你拿就拿着吧。这什么？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和孩子的生活费呀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拿着。希云，我特别想吃你做的饭。希云，等我这次从老区采访回来，咱们就结婚好吗？那你们单位呢？婚姻自由，谁也没有权利干涉。你想好了吗？反正你得嫁给我。喝点红糖水。妈，明天我们班要去建筑工地劳动，我可以穿徐叔叔送给我的球鞋吗？当然能啊。妈，我告诉你句话。儿子，你说。
我也喜欢他。谁呀？徐叔叔呗。你不让他当我爸爸吗？我觉得他还行。好儿子。王希云同志大公无私，以一个无产者的胸怀将自己的私房大部分主动上交国家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添砖加瓦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。家孙玉了吗？哦，我好像看跟几孩子去江边了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刚一会儿的功夫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孙玉，王希云，电报拿图章。玉儿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妈要和徐叔叔结婚了，行吗？那我必须得管他叫爸爸了吗？随你，你要是能叫他爸爸那最好了，因为以后咱们仨就是一家人了。小朋友，请问王希云同志的家在哪儿住？你找他干嘛？我找他有急事儿。
思玉，干嘛来了？我来给我妈送饭来了。哦，看看。啊，真不错呀，谁做的？我自己做的。你还会做饭？哦，真了不起。来，我替你给你妈妈送去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妈妈吃饭吧。我不饿。妈你吃吧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妈不吃。妈你吃吧。我不吃。干嘛呢？洗饭呢。那饭还能洗吗？我洗洗还可以吃。真是个好孩子。我妈妈她会好吗？她不会不要我吧？她不会不要你的。你妈妈有你这么好的孩子，她一定会好起来的。